零件图。二，将螺帽送入铝杆凹槽内。三，帐篷有底洞的一面朝上，一人进入帐篷内部，一人在外部，将两根铝杆固定。四，将帐篷置于车顶，将八个都穿入铝凹槽，然后将钢条穿过，并用螺帽固定。并用橡胶塞塞住铝杆两端。五，双人合力打开帐篷。六，取出铝圆管插入接头。七，固定楼梯接口并固定楼梯。撑开窗户支架。九，安装完毕。